的会议理事长、城东人组织清华大学校长孙维杰邱博士，并以其是化学家的时代任务为题，并已发表了专题演讲，内容精辟，赢得了会员一致赞。内容精辟，这次年会会员都收到会员认为确实推荐，都是自己自认近年来对科学研究的心得，其中有不少创新的发明。参加年会的800多位会员，除了宣读论本和专题讨论之外，并将分组参观中南部的工厂。